好，麻烦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慈方这个机构好吗？我们图恩是慈方是会所，英文叫做 Clubhouse， 然后在图恩中路，图恩中正路18号6楼。当时怎么会是哪一位先生或女士创立的呢？主人双是会所，会所英文叫做 Clubhouse， 也是七十年前在1942年哦，美国纽约市哦，一群智障者跟医生哦，开始自助的活动，然后开始聚集，然后开始讨论，然后找地点，然后在1948年，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找到一个地点，就是在1948年正式的成立会所 Clubhouse， 然后第一家会所总会所叫做 活泉，然后我们真的，然后他有家就直接换成火箭之家，然后1948年哦开始，大概距离现在大概70年，1948年哦开始在美国纽约成立，然后后来传到全世界32个国家，一共有342个会所，然后台湾有6个会所，然后台湾的会所是23年前78年，那个有阳明大学王振勇教授在美国实习1年，然后实习完要从美国引进会所这种制度。然后现在全世界一共32个国家，一共有342个会所，它有6个会所，然后我们土人慈方是第一个获得国际认证，获得总会认证的会所。那有多少里面有多少朋友呢？前年后六月来的话，前年后一共有1000多个。然后平常的消息人数啊，一共差不多每个月的话差不多200多个，然后每天多去的话大概34个，每天多去的话每天大概去34个，然后我们主任叫做戴雅君，戴月戴，文雅的雅，君子的君，他因为生孩子哦，要照顾，请产假，然后由我们这位那个肖俊慧代主任代理，肖是那个鼻子的肖，然后静是吴静的静，慧是民信会部的会，然后据我所知呢，现在大学的社工系哦，关于会所的文章哦，有专门的报道。就是我这边呢，我要跟一些大学的社工系哦聊天，他们说大学里面哦有会所 Clubhouse 的专门介绍。请问你们到那个 Clubhouse 每天去干些什么事儿呢？在里面？它开放时间是几点到几点？早上9点到下午6点半。我一般的精神病院，考量到那个病人的体力跟能力，还有那个工作人员的能力，都是静态的活动，就是说不断的上课，不是说不断的做手工。可是我们土人慈方不一样啊。我们土人慈方是会所，
就整年不能办活动，整年不能办大小活动，除了每天固定上午的买菜、洗菜、煮菜、吃午餐、下午洗碗以外，每年不能办大小活动，比如说周年庆、艺文展、会所的篝火舞台、会员大会，然后上礼拜六的出装片，然后今天的出书，然后给你哦，到山上海边哦玩两天，然后再过两个月哦，十月份哦，有中华民国创国101年来第一次哦进站的主创巨头，题目是看见与支持，中华民国创国101年来第一次进站的主创巨头，为了精神病的邱厚明跟哦自己精神病的权利哦奋斗努力，这是我下半辈子努力的目标。还有就是常常串联其他的同行，那么其他的社会团体啊，比如说黑手的梁阿西啊、庄一鸣啊，还有到电台录音啊，还有到其他大学、啊、开会演讲，然后参加外面的会议，参加外面聘请的社会团体啊的会议。请问一下，你们那有没有电脑？有没有教大家上电脑？哦、电脑一共有20几台。有20几台。那你们都会不会上？能不能上电脑看？那个、哦、我是会员，就是我是病人，我是会员。然后我现在在四条还有中小医院哦，中医院的那边哦。是学了6、7年的电脑，不过还是入门的很初学的电脑，然后到了全职以后，有20几部电脑，而且大部分虽然是男群的，可是大部分都很新，然后而且十几个工作人员呢也愿意哦教那个。不留一手的教育，然后我之前在市里还有那个专业呢，只写了很粗浅的英文，然后来了准创以后学了4年，就开始比较学的比较专业的，或者说比较特殊的，然后比较深入那些。深入的，然后怎样操作，然后故障怎样排除？像最近呢、哦，最近一两年呢、哦，我们主任吃完哦，吃完办活动，或是两三年，主任吃完哦办活动开会要用电脑，然后有时候就玩了、哦，一些简单的设定，开机啊，简单的设定。没有什么问题，然后障碍的话，困难的话，遇到困难的话也能排除。然后除了电脑的话，就是说我们有个开火，就是说上午买菜、洗菜、煮菜，中午的吃午餐，然后下午洗碗。我们有个餐饮组，然后每天，然后有那个几十本的食谱。然后在每天到，然后一个月前呢，就定下整个月的菜谱，然后有几十本的食谱，然后当天呢，在这种网络上面下载哦，然后下载比较好的食谱，然后上午就买菜、洗菜、煮菜，然后。你拿到的话也不必经过任何人的同意，就可以拿菜到了。好复杂。就你不必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啊，就可以拿菜到了。可是那个我们主持人成立的7年多来也没有出过事，也没有看过，也没听过有人拿菜到砍人，没有听说过。然后、okay. 然后我们主持人哦，开过7年多来的话哦。是有死过5、6个人，可是这5、6个人的话，跟我们其中哦，
扯不上什么关系。听说是啊，那个什么什么个人的慢性病啊，或是说什么状况啊，或是说那个那药的话，跟着酒哈一起吃一起喝，就那个就药性就太重了，那酒啊就太重了，就那药跟酒一起吃就阿达了。然后我们传说啊，是看过到大家见多是要死过五六个了，可是这五六个因为讲起话，虽然是我们的会员，可是自然的死亡，比如说老死啊，或是说中风啊，或者说病啊，或者说天气太冷受不了啊，或是说药跟酒一起吃啊，一起喝啊，就挂了啊。OK， 好，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。